给我他相亲一步。不要！7年，你丫去哪儿了？咱们俩已经比一个混蛋都是白的了。拿相机是要狗吃啊！人都要散了，哪还有家呀？演得非常非常好，他真的让你相亲这个人物真实存在在这个世界上。古装戏啊，个人觉得是很无趣。今天看的最差的一个片段。你今天晚上的表演让我大失所望，大宝，我想要给一张 S 卡。真假的？这可不行了，这里边存在着一个公平公正的问题，不是你可以随性而来的。这一次李成儒导演，我站他。啊、我去年对陈儒老师说过一句话，其实今天我可以再说一遍。你可以不喜欢你不喜欢的东西，但是还是请允许它的存在。这句话是错误的。你可以不喜欢，但是在这个规则里面，请允许我给出我这张 S 卡。情何以堪？导演，我先走，可以吗？